频率党泫雅跟龙俊亨11号在韩国举办婚礼，两人的仪式不对外公开，只有请好友跟亲人到场。活动在晚间揭晓。他原本是短发，还精心的把头发换成了长卷发，还把头发染成了橘红色。在典礼尾声，他念着誓言，承诺会成为像朋友的妻子。感动的内容也让15年的经纪人是当场哭了。